当然啦、啊，没看过木兰，也一定听过木兰啊。花木兰最有名的就是带父从军的故事，故事不一定要文字，也可以用耳朵听。这么慷慨激昂又绵绵人心的故事，就让李国光老师和国二乐器队携手用响亮的乐声呈现吧。Thank you.
表演，除了学生专注的吹奏，还有台上辛苦的指挥李国光老师。国光老师从无锡高中乐器队。